好了，我们现在下班了，刚回到9点的大堂，准备进房间。我上次住在3楼的时候就感冒，被冻到，所以就让他们换了一个高楼层的。高楼层的都不需要开暖气，就整个房间都很暖和。终于回到了酒店。洗完澡，洗完头，现在接下来就是护肤的这个步骤了。这段时间就是春节过后就恢复工作会比较忙嘛，然后前几天应该是上个星期熬了2到3天的大夜，然后我整个人就是完全不行，然后皮肤也非常的暗沉，脸穿得很重。我今天就是想跟大家再次的安利一下陈野医生的 VC377 美白淡斑精华，就是这个。我已经跟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了，这个是真的是我年度爱用物吧。是去年大概下半年的时候拍完戏，那我整个皮肤的状态就很糟糕，毛孔也很粗大，很暗沉，很滑，就坚持用了1到2个月就有明显的改善，然后我现在是已经坚持用了4个月了，现在因为我现在在出差，我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空瓶都跟大家分享，这个是就是已经用完的一个空瓶，然后这个是我最近新打开的，刚用了几次。然后呢，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377为什么要再次跟大家安利这个好物啊？如果有用过的朋友们，就一定知道它的好，因为它主打的就是美白加淡斑这两个步骤嘛。但是呢，它就是你要坚持用一段时间了之后，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的肤色有明显的提亮，然后整个皮肤就没有这么的暗沉，然后你的肌肤呢还会有这个均匀，逐渐变均匀的这个趋势。跟你们说，这款377精华它不仅是可以美白。它最重要的是还可以抑制这个黑色素的生成，因为陈野医生他们家专研的这个 W377 的成分，它是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避光的问题，而且它是从根源就能够抑制黑色素的生成、渗透还有吸收的效果非常非常好，就是说你的黑色素还没有生成的时候，它就可以抑制住了。它是这种按压式的设计，所以非常的就是卫生。然后呢，它的质地是这种乳白色的质地，就是它的质地要足够厚呢，才能够在你的皮肤表面停留的时间够长，这样就帮助你和更好的去渗透和吸收。而且最关键的是它不含酸，用上脸的之后是完全不会感觉到刺激，是非常温和的。我大概会用到1到2泵，我说3泵就这么多。然后呢，我想说再比如说脸颊，还有额头，还有鼻头，脸妆不变的涂一涂。OK， 好，这个已经涂完了。如果你是有这个斑的话，或者是你比如说你有痘印，这个暗沉的部分的话，你就可以比如说你再多按个几泵，你在这边你再敷一下它，让它厚敷，停留一个晚上，这样子。比如说我这边有斑，那你就这块地方你整个涂完了一遍，你可以再多挤1-2泵，再多挤一点点敷在这样的地方。你有去三亚玩的啊，那肯定是要晒黑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可以多囤几支陈野医生的这个377美白淡斑精华在家里，一定会帮助你的。希望大家都有个美美的漂亮的肌肤。好了，我要准备再去擦一个这个 cream， 我就准备去睡觉，把头发吹干，我要去睡觉了。好了，明天要再继续录节目。OK， 下期见了，拜拜。小红书。